这才是真正的 vlog 呢，说话给这儿这儿带大舌头的音，哇操，这就是一健身器啊，这个我这比你得沉多了，这太沉了，这很轻，做这种 UP 主真的挺累的，不装不装绝对不装不装不装，这老板说用的都是爱马仕的皮，皮不错，真不错，这个九头蛇万岁，九头蛇万岁，这个这样，我操，这签个到送啤酒，我操，这还带姑娘们听好了，那是美颜功能，这绝对是咱们国产品牌的骄傲，真的没别的了。今儿去一趟广播电视设备展，给大家过去瞅一下有什么好玩的。每天晚上这儿一排车都是满的，早上起来我一过来就这两辆，还倍儿脏，这小黄我小破车还挺好骑的，我操，连破好使，哎，好使。不是我能把车搁那块儿吗？谢谢啊。出去好多人呢，没看见一号门好多人呢，我就站在马路边等着你。这个是拿卡布啊，这个是拿鞋。你要大威啊？什么大毛威的？我说你是疯了？我疯什么了？风格演绎的，到北门。你在风格演绎呢？你。我操！我操！我能出镜了是吧？那必须的，周大师，周法师，这真的操！周老师说去八号馆，八号馆有索尼五六，这才是真正的 vlog 呢，说话给这儿这儿带大舌头的音 ，vlog 神器，就是没有脏。最新的应该是骚热七。这太沉了，这机器很舒服的去运镜，这老板说用的都是爱马仕的皮，确实不一样，跟你说跟你对比一下，皮不错，真不错，这个免费可乐，我只能喝啤酒，喝不了可乐。吃蛋糕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喜欢因为喜欢啤酒所以不能喝可乐行，这理论没毛病，这个你们是在拍节目拍戏？没，我就自己玩拍，也拍 vlog， 拍着玩，老看你片子，没事。谢谢你。哎，你从悉尼什么过来的呀？昨天晚上。哦，昨天就过来看那展。对，我明天会在魔爪那里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啊，这个样子。哦，明天魔爪是没时间拍吗？对，最近比较那个。也挺累。是啊，我看你最近都没更新什么正经东西。谁说？真的是，说实话，最近事情比较多一点，是稍微过一段时间。我这比你得沉多了，太沉了，这很沉。我这真有劲儿，我都说他真有劲儿。可以的。行，那你先忙吧，回头明天过来找你。好，拜拜。做这种 UP 主真的挺累的。行了，是挺累。是啊，做这昨天晚上才过的，就为了这么一个器材展。确实是，我觉得跟他说的挺像的，就是他本身挺内敛、挺内向的人。对，挺内向的，不装，绝对不装，不装。之前干嘛就觉得他挺平的，就是觉得语速挺快，反正逻辑挺灵活的。对，但一过来一看也愣。正常，那当然愣了。一过来，我操，瞧瞅咱俩这模样，这造型，的是吧？对呀，你这就不像好人，你说人家能不愣吗？做个游戏呗。去每个展位那儿签个到去，然后给什么小礼品，对，给小礼品。下一站能到哪？志云呗。不好意思见志云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我就不提他名了。这臭不要脸的收完志云的奖品，最后狗屁不弄。终于找志云了，小姐给盖章，受之有愧。
我来赤云，然后工作人员第一句跟我说，现在很少看到拿小丝，拿他妈传统拍现代还不可以，我操，也是挺怪的。我们这实际时代呢。这可以考虑七十码，绝对二分钟。水下一百米。对，这能水下一百米。九头蛇万岁！九头蛇万岁！来到阿童木那块，百度搜阿童木，永远给我出动画片。盖一个，这是跟那个运动品牌猛犸象是一个公司的，就是我不说你也跟这个关系。我屏幕的触感太牛逼了，这完全就是一个苹果的那个电容屏啊。富士的电影头，富士电影头，因为就是 Super 35的画幅，富士电影头挺小的。我玩儿想了下吧，这里有一些口号，你选一个喊出来。哎，咱有点距离啊。这也太坏了！我玩儿。五二云七。哇，非常棒。说假话，真不要脸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要吧。送的那个礼品送完了，给我们一人来瓶啤酒，你受不了。哎呀！这一看的神机，这绝对是咱们国产品牌的骄傲，真的没别的了。哥那人太可爱了，绝对是轻量化。但是你要真正想干活的话，全给它武装起来，那肯定不止这个体积了。通过升级固件，现在就能达到4K 的160帧的录制，完了之后还可以录肉。13-15档的这个动态范围，你还要什么呀？确实指标挺横的，这指标还在内置美颜功能，还在。姑娘们听好了，内置美颜功能，你还端得动，绝无敌。快门速度好像只能到达，所以说你这个镜头上的话就是必须得是用 ND。那我们去罗德这块去盖章。这哥们儿，浩哥好。哎，好，您这个太牛了吧！一小时机械的，这得有技术，没技术来不了这个。这个才是功夫，不是说谁都能钻。确实，对吧？这倒是。电子谁都能，这话说的绝对厉害。这你要上面这气，这驮不住，那屁股太沉，你知道吗？这我们师长这话绝对牛。还有减肥中心的帽子，虽然跟去年的帽子一模一样，一点新意都没有，但是白给的就是白给了。逛完了，各种各样的，就是没什么特别多创新的东西。摇，这里。哎呀呀呀！发布前还在这。国内的一些相机啊 ，Black Magic 啊，还有什么的。可以有点新东西，其他的品牌上就多多努力吧，别老他妈的挤牙膏就行，烦劲儿。啊，你说是佳能吧？哎，你怎么那么爱说实话？拜拜。